赋予它艺术的灵感之后，它就变成了一个动态的。进来看，现在是静态的。哎呦我天哪！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？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中最亮的星，请指引我靠近你。传播搞笑视频群社区，微信搜索 RGG799 RGG799， 关注后免费进群。